韩国瑜今天是来到了新北市，来造势。他在一个下午就跑了5间宫庙，包括了第一站是来到了前弘化董事长郭台铭的起手庙慈惠宫。他接下来呢，现在他要来到他最后一间宫庙，也就是三重的仙色宫。但是稍早在泸州的永联寺时，大家最引发关注的是过去永联寺的主委陈鸿昌曾经批评韩国瑜喝酒又玩女人的事情。不过现在韩国瑜来到永联寺，陈鸿昌却出国了，取而代之的是副主委来迎接他，来看一下稍早的情况。 这副主委林中南呢，他是陈鸿昌的表哥。那他这一次是代表陈鸿昌出来迎接，因为陈鸿昌这次并不在国内，他本来是选在韩国瑜来造访的时候，他是出国去了。不过林中南他还是送上了一个关公像给韩国瑜，希望能够来对他未来参选，来做一些祝福。那么韩国瑜在参访完5间宫庙之后，晚间的重头戏就是会在三重的二重疏洪道来进行晚会。那么现在其实有不少的一个民众呢，是渐渐的从这些宫庙。 移动到最后的场地去，那后续的最新情况，三立新闻随时为你掌握。